有印我象。有是上 Con 四节了。conscience 是它的名词 ，conscientious，conscientious， 所以重音在后面这个 anxious，conscientious。看一下 ，conscientious 指的是很认真、很负责，好像是讲立位人他们很努力的这些那些做这些事情，是不是？29章34节 ，OK， 我们来看一下29章的34节，这个34节 ，OK， 好，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哈，因为。祭司的人数太少 ，OK， 那些动物的皮，因为他们在处理这个燔祭的时候，不是就把那个东西丢上祭坛就算了，像烧垃圾一样，不是这样的意思，这是献给神的，所以他们都要皮要剥掉，脂油要处理掉，这都是很多的人力来处理的。那祭司已经完全不够用了，对不对啊？祭司完全不够用了，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标准很高，路上踩到一只乌鸦的翅膀，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感冒伤风，打个喷嚏，谁又得了什么，什么什么是麻风病了？什么这常常折损哈，所以很多祭司都没办法上工，就没办法做事儿，对吧？所以立位人就这时候很好的帮手 ，had been more conscientious，conscientious，OK，、okay? 这个字注意它的重音是在后面 ，anxious。conscientious, OK, 所以指的就是他们做事情是非常认真、尽心尽责、认真职守的这种 ,OK, 勤勤恳恳的、非常尽职的 conscientious, OK, 我们讲 conscience, 它的名词是一个人的良心。你有没有良心呢 ?conscience, 那 conscientious 就是指这个人做事情是非常有良心，他非常尽责的来做。这些立位人 conscientious in consecrating themselves， 在洁净自己这一方面，他们非常的认真执守。Then the priests have been， 甚至比这些祭司做的还要更好。OK， 好，看一下这个字哈 ，conscientious。Conscience 指的一个人的良心，讲一个人 conscientious 指的是这个人非常认真执守、尽心尽力、本乎良心的去做所有的事情，叫 conscientious。注意重音在后面 anxious。OK， 好，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没有问题了。好。